的一个调整。第二个，在2064年，上海出现一种值得造访的地点，闽南九镇的潮汕月世界名列其中。我们透过文献发现，九镇拥有西亚文化各地形及多元的重要性。经由访谈在地业者得知，当地被设为水源保护区，产业难以发展，其相当年轻人都被包围成不如此的极限村落。透过文献探讨与实地游玩，发现实地解谜是一项很吸引的游戏体验，刚好适合解决九镇的困境。所以我们想借由实地解谜游戏，吸引更多游客到访九镇并旅游，实现 SDGs 目标之一。我们通过实地走访，发现九镇特色景点分散，且游客通常只停留一段时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设计了行销方案“多游九镇”，而借此增加当地观光。以上是我们的研究主题。我们运用专题实作商业概念，数位科技应用学到的专业知识，以及在自主决定时间学会如何使用生成式 AI。如何设计实践解谜和导览系统来解决为了让游客深入了解九镇景点的特色，所以我们利用 Mapa 制作以汤姆森摄影奖为主题的 VR 导览系统。我们在系统中放入了四个资讯流，游客可以了解各景点的特色及资讯。我们邀请了民宿老板和挪威总干事试玩，以上是他们提供给我们的建议以及我们修正的内容。这是我们设计的 VR 导览系统。系统内的360度环境图可以让使用者有身临其境感受，而在民宿老板和挪威总干事试玩后，我们自行拍摄制作了影片，将佐证在地的故事融入影片中，并以英文配音、中文字幕方式呈现，也将今天影片的内容改为汤姆森的介绍动画。因为民宿老板也建议我们可以介绍佐证的特色动物，所以我们制作了 AI 导览系统，以佐证原始物种为主题，我们用 AI 生成软体制作 3D 动物模型。做介绍影片，游客可以通过这个系统了解湖中佐证早期的动物。而为了解决佐证景点过于困难的问题，以边台湾建成四百，我们设计了中英文版的实地解谜游戏。英文版以西亚文化为主题，另外因传教士马尔各曾经和摄影家汤姆森拜访佐证，所以中文版以他们为主角，并将他们曾经佐证沿途经过的景点作为解谜的地点。我们也邀请校内师生试玩，以他们的回馈与建议做第一次修正。修正后实施了第一次流程，流程结束后也依据游客的建议，将游戏路线改为从南到北，以图原本重复的路线。我们利用梦世界设计了实地解谜游戏，设计了丰富的故事情节，并将佐证的人、文、地、场景融入谜题中。以勾线这题为例，游客可以了解西亚雅族的祭祀文化。透过这题，可以知道西亚雅族祭祀时常用烟、米酒、槟榔当作贡品。游客利用游戏辅助手册的提示解开谜题后，就可以知道西亚雅族对主人的称呼。而游客成功通关后，可以利用 AR 机房拍照，并解开密码锁，取得游戏店小屋游客纪念。为了解研究成果的执行效益，我们与小麦的民宿合作，实施了两次游程体验活动。第一次游程活动结束后，可以看到游客增加了对酒庄的认识，且从中体验到团队合作的成就感。参考他们的建议，修改游戏路线后，我们实施了第二次游程体验活动。第一天让游客先体验 VR 导览系统，对解谜景点有初步认识。第二天下面送领取游戏辅助包后，就可以实地解谜游戏。实地解谜游戏从开始到结束大约耗时5小时。通过回馈问卷可以看到，游客增加了对祖宗的认识，且实地解谜游戏让他们从此在祖宗化石馆停留半天，到走访祖宗各特色景点约一天。为让大众更容易实现 SDGs 目标，我们以国中生为对象，让他们体验实地解谜游戏，了解祖宗文化，以提升文化社区保护意识。通过前色跟后色对比，可以看到学生增加了对祖宗的认识。一边游戏一边实现 SDGs 目标，为了使研究成果发挥最大效益，我们建议未来与社区发展协会合作推广此行销计划，增设佐证各特色景点的服务性设施及巡防公车。我们还参加了台南青年倡议活动，与大学教授讨论我们的研究成果，希望能让更多人体验到 MR、VR 及实境解谜游戏。另外，我们在2028访谈观光署组长，这样访谈证实我们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且他建议我们需要再访谈更多佐证当地居民，了解其发展观光的意愿，也需找出佐证独特的吸引力，吸引游客到来。下是我们的研究结论，我们透过文献探讨，发现佐证特殊的人文历史故事。游客借由实地解谜游戏及 VR 导览系统，能增加对佐证的认识。大众可透过实地解谜游戏实践 SDGs 目标，也可将研究成果提供给政府单位或社区发展协会继续推广，增加更多游客久留佐证的机会，让佐证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地方。